Hello， 大家好，我是火星小乔。今天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百搭的连帽针织衫外套，有三个颜色哦，我们一起来打开看一下。这一款呢，总共是有五个颜色，然后我买回来三个颜色，一个蓝色、米色和粉色。我们先看一下这款蓝色。这个款式呢是非常简约的啊，很简单，但是它却很百搭。大家看一下，这个胸前这里呢还有个爱心小刺绣，很别致啊。然后这里呢连帽设计是有两个抽绳，是一个拉链款式的，把拉链打开，并且给大家看一下做工和细节啊。做工我觉得很一般啊，不过它这个面料手感摸上去还挺柔软的。我们看一下后面，后面的话就是一个纯色的连帽款式。连帽款呢它就比较简明，这款呢是蓝色，它的长短呢是个长规的啊，袖子是个长规袖子。我们再看一下粉色。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呢是粉色的，粉色的颜色呢它是有点浅粉的这种感觉哈。它的面料还是蛮厚实的，非常适合秋冬的季节去穿搭啊。同款不同色的，这款是粉色，我们再看一下米白色。大家看一下，这款呢是个米白色，它是有点偏杏色的感觉啊，也是个爱心黑色小刺绣的。接下来呢，把这三件颜色呢搭配一下，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好，这件蓝色呢我已经先穿上身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里面呢我就搭配了一个白色的打底衫，下面配了一个浅黑色的运动裤，这样一套穿的话也是非常好看的，简单又休闲啊。现在呢是敞开穿的一个效果，它可以当做开衫外套，我们也可以把它拉链拉上。好，离近点给大家看一下，拉链拉上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不过它这个拉链呢这个翻边是白色的，多少呢会有点露出来，所以感觉有点影响美观啊。我觉得其他我觉得都还好，版型还是蛮好看的啊，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很平价，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哈。面料呢非常厚实，也是比较宽松的，微胖姐妹也能入手。它总共有五个颜色，我买回来三个颜色，接下来呢把另外两个颜色搭配一下，一起来看一下效果。总的来说呢，这件针织衫外套是非常百搭的，并且呢它也是非常平价的一款外套，除了拉链的设计呢有点鸡肋，其他我觉得都没毛病啊。手感呢也非常柔软，很厚实，非常适合秋冬的季节去穿搭，它也非常好搭配，里面呢也可以像小娇一样搭一个白色打底衫或者是半高领打底衫都是没问题的，在里面叠穿保暖又时尚。这款连帽针织衫也可以当做外套来穿，也可以单独做套头衫来穿搭，都是没问题的。总共有五个颜色，今天分享的这三个颜色呢都是日常又百搭的颜色，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哦。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